在飞机上，于老师真是睡得昏天倒地，睡啊，睡得糊里糊涂的。嗯，一会儿于老师起来上洗手间，嗯，上去咵一拉开洗手间的门，嗯，洗手间里边还坐着一个老大姐，那也是没锁门，老大姐可能也睡迷糊了啊，是飞机上啊没锁门，四目相对，俩人都很尴尬，真是说不出什么话来。人家大姐，这快跪着，把门给我关上。也就这么一句话，于老师赶紧把门关上。啊，关上之后这盹儿才醒。是，哎呦，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挺觉得不合适的。是，人家大姐比他还生气。怎么？出去把门关上。啊，我在里头呢。好家伙，我把自个儿关里头了。就是这个事儿。哪儿有这个事儿？头一站是伦敦。哎，这英国。我记得到伦敦的时候。于老师很兴奋，是到伦敦他不困，那时差吗？早上起来那儿的时间早上有个四五点钟，嗯啊，我得出去逛去，我睡不着。我说咱们这玩意儿时差您懂吧？嗯，是吧？不是，这四点半呢。我说这儿又不能手磨咖啡，是不是？别提手磨咖啡了，对吧？啊，这儿的四点半跟国内的四点半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不管那套，我就按他这个时间活着。哎，我就把时差也倒过来的。对，我说你助理们都睡觉，孩子们也都没醒。嗯，你一个人糊里糊涂也不会说英语，你找谁去？我反正交流是够呛。我会说哈喽啊，哈喽。我说你会句哈喽就敢出去啊？打个招呼嘛。我你哪怕出去说个 good morning 什么一句半句的啊？啊，你再教我一个什么意思？我说早晨好呗。啊，你说 good morning， 哎，真用心。学啊。我的猫呢？啊，我的猫呢？别学了，非乱了不可。对，你就说个猫宁俩字儿，人也能接受，也能懂。是，真出去了。出去，伦敦的早上，嗯，于老师一个人出去，我是散散步。对过来一个英国妇女，还是那大姐？不是那个了，哦、那是飞迪拜的。我说，要我们俩太有缘了。那错不了啊，四目相对。哦。于老师想起来教他那句猫宁了，我得用上啊！站住啊！说，妈尼，你改味儿了啊？妈尼啊，钱，妈尼、哦，大姐愣了。对对，就是说你呢啊、哦！大姐脸上表情挺奇怪啊、嗯，是吗？站住了、哦、啊！冲于老师一伸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于老师明白了，我说。英国的酒蒙子，怎么代表酒蒙子呢？跟我划拳呢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说五魁首。哦，这五魁首，于老师行家，我懂这个。啊，我这是六六六。您的这个命就是说相声的命、嗯、哦，就是说相声的命。咱哥俩是一样的，是，咱俩干不了别的。哦，都打小说相声，一说说半辈子了。嗯，现在换个行业那不行，换行如换刀。哦，如换刀，干不了。我十六岁干这行啊，那会儿我们邻居有一叔叔，他劝我：“你啊，上哎，就别再说一遍了，您这，我怕他们忘了。”哎呀，忘不了。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命，干不了别的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浮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报应循环。好，说这么几句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我劝您说相声是咱俩人的命运，哦，这是感叹命运。人生离不开命运两个字儿，哦，它不是封建迷信，它是有它一定的道理。有吗？人对宇宙的了解顶多是5%，不多。什么叫命啊？啊，命就是你的出厂设置。嚯，出厂设置？哎，运是动的，嗯，命是死的。哦，这两者两条线左右一个人的一生。哦，互动，哎，它是不一样的。这人一出生，你那个命就是说相声命，就应该干这个。哎，你这命，你就是可能唱快板了。哦，你的命就是在英国街上遇见一个北京来的说相声，得、哦，
这是命吗？这个啊，人生原本如此。嗯，啊，有的人命好运不好，有的人运好命不好。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比如说，拿您举个例子，可以。于老师命很好，怎么好？一出生家里就是一个贵族，这个我能理解啊。一出生，哎呀，生活条件很好哦，用那个碗是黄金的，呵，金碗哦，盘子是纯银的，哎呀，筷子是象牙的，前面还带钻石，太有钱了。您这个命怎么样？非常好，但是运气不好。怎么不好呢？小的时候被人拐卖了。那这前面怎么好跟我没关系了？金盘子银碗没有任何用处哦，对吧？你被人拐卖，拐卖扔在黄崖关往西的原始森林里。给我卖到我老丈人家去了，命好运不好是？还有的人呢是运好命不好，这又怎么说呢？还得拿您举个例子，您可以说，比如说您的运气很好，运好怎么显示？我们换一个地方，比如说美国洛杉矶地区啊，加州，华人们要选一个头目，好，要选一个鸡头，嗯，鸡头，洛杉矶的头目啊，那也不能这么说，偌大的洛杉矶就选了于老师。我当这头目，您这个运气好不好？可以了。哎，但是命不好。怎么呢？大年初一上任，嗯，结果年三十、啊、您猝死了。哎，那就是我不好。你看看，没关系，这就是命好运不好，哦、运好命不好。哦，很简单啊。理解。当然了，作为一个说相声的人来说，其实啊，脑子要活，脑子要反应快，要明事理，懂善恶，知羞耻。往台上一站，好与坏，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要清醒，那当然了。嗯，要知道什么叫人力可为，什么叫人力不可为。怎么出来人力可为不可为呢？天下的事分两种，有的就是人力可为，有的是不可为。这您再说一说。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啊，你比如说，比赛，相声大赛。哦，我们这比赛，相声大赛到最后评奖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人力可为了。就这大奖赛的这几个奖项都是人力可为吗？那你真糊涂假糊涂，你是不是？我也得替观众问一问，怎么就人力可为？比如说最近啊，闹相声大赛了。什么叫闹相声大赛啊？就是相声大赛，相声大赛了啊！啊，演员们参赛评比，到最后、啊、马上要说了，谁的一等奖，谁二等奖啊？啊，这评一评。这评委们坐在屋里边，他得商量。嗯，商量这个过程就是人力可为，这他们商量出来的。几个评委在屋里边啊，我说这评委要游泳啊，是怎么着？这商量不商量了？商量商量吧。对呀、啊，谁是一等奖，谁二等奖，谁三等奖啊？哦，他们自己商量。张三得给个奖啊。张三为什么拿奖啊？张三他们家六辈说相声的呀。哦，他爷爷是咱们这行的 logo 啊 ，logo， 他大爷是咱们这儿的图腾啊。哇，你要不给他奖，咱们都不是正根了。啊、哦，这得给，得给。李四也得给奖啊。你说说李四，这个大赛的赞助是他拉来的呀？哦，这是金主。咱们天天吃的东西不都人家花钱买的吗？那倒是。王五得给奖啊。王五，比赛的场地是人家提供的呀，这是地主。所以说，这都得给奖。你就看出来了、啊、这个奖给他给他给他没有任何区别，就他们分了，就他们几个人商量了，这就叫人力可为、哦、能理解了、甚至说包括演员评级、嗯、啊，我们这文艺级别也可以人力可为，那是当然的了。那当然了，怎么怎么、啊、人力可为，你看咱举个例子啊啊，那于老师举个例子啊，我也习惯了。我说你说谁呀、啊？是不是？是是。演员评级，这个几级演员，几级演员啊，都属于是人力可为的。我们这说相声，咱别说说相声了，咱换个行业吧。啊，比如说您是个影视演员，啊，我演电影的，哎，可以。你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演员。八宝山的烧死人的地方有电影制片厂吗？那个八宝山这仨字是一个地名。对。啊，北京像老百姓家里出了事儿，都在那儿进行后事料理。对 对, 对啊、嗯、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火葬场，嗯，所以说他不可能是电影制片厂。那您还说他干嘛？你看咱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可以。于老师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影视演员啊，就这么一说，是一个三级演员。我是三级演员还是三级电影演员啊？
不那么窝窝戳戳的。不是，您得把它弄清楚了啊。嗯，你现在还不够三级演员的标准。啊，我这还不够呢。你现在是个四级演员。那我还得努力啊。你很希望能够调一级成为三级。你看我这追求。电影厂要拍新片子。哦，如果你能在这里边演一角色，嗯，就有希望。我争取参加。过两天通知了，谁？你男一号，这还男一号？男一号，太好了。电影一开始，于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大学生，年轻人，大学生。哎呀，一来之后，校长喜欢你哟。校长很喜欢我，怎么办？认你当干儿子，我拜他一个义父。哎，你有了一个义父，可以。副校长喜欢你，那怎么办？又认了个义父。俩义父，教务处长喜欢你，然后认个义父，就仨了。传达室王大爷喜欢你啊，认个义父。我认这么些义父干嘛？学校给你送了块匾，写的是“富可敌国”。哎，我就是爸爸多是吗？眼瞅着就实习了，嗯，实习。学校送你到夜店去实习，专业得对口啊。嗯，你在夜店里边每天跟那玩那个电磁炉啊，电磁炉啊。叫什么？烫着我。那叫什么？那叫打碟的。您在夜店里边打碟啊？打碟，我倒不骂娘是吗？什么话？打碟，在夜店里边打碟。对了，哎，这天苍井空就来了。这就是剧情嘛。他看见你，你看见他，四目相对，都非常喜欢对方，爱情片儿就开始了呀。可以呀。很遗憾，马上这个 bug 就来了。电影里还有 bug？ 那是。什么办法？老顺理成章，这个故事就不成立了。那就是矛盾。对，什么矛盾？你被夜店开除了。因为什么给我开除了？违背了工作纪律。什么纪律？夜店只允许无上装操作。我呢，连裤衩都脱了。好家伙，我上那儿洗澡去了。把你开除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很生气。当然生气，愤愤不平，然后满腔怒火，哦，一丝不挂，消失在茫茫人海，光着就走了，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啊！辗转新马泰，半年后回到北京。我这亚洲算是散云是吧？嗯。回到北京，先穿上裤衩儿。刚穿上裤衩儿，已经习惯了。啊，那我。于是你找到一份新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一个跨国的出版集团，你来做副总经理。这跨国的，你是在分公司。哦，跨国的公司，人家叫花花公子。我这分公司叫花花孙子。哎，我怎么降辈儿了？哎呀，当副总来在乎这个啊，当官了。在干副总的期间，嗯，你又遇见了苍井空。你看，这就是缘分。你决定要向他求婚了。我早就应该买了一个大钻戒给他。如果这么递过去，流于俗套，不浪漫。你想了一个好办法。我想什么？买了20张发面的饼。什么发面饼？北方老太太爱烙饼，是那个饼发面了得有这么厚，哦，一张饼得有这么大个儿。哦，他们说锅盔，哎，啊，拿过一张饼，把这钻戒拧进去，搁在饼中间，第六，嗯，20张发面饼装在麻袋里，背在肩上，嗯，拉着苍井空两个人去春游了。我们俩出去玩去了。天清水碧，鸟语花香，小溪潺潺。是。站在山坡上面，你一抖了这口袋，去你地！这是，一些个饼漫山遍野都是。我把饼都撒在山上了。你拿手一指，那个，嗯，苍小姐就跑过去了，然后抓过饼，咔嚓咔嚓咔嚓吃，就吃掉了。哦，那个，他又去了。啊，简短结束，吃到最后一张饼、最后一口的时候，是，这是钻戒。苍井空太背了，你知道。20张饼吃了最后一口才把这钻戒吃了。于老师接过钻戒来准备求婚。啊，应该的，仪式感很强啊。我呢，双膝跪下啊。对对，双膝跪，我这认干妈来了。我这什么话？单膝跪地。单膝跪地，对，递过钻戒给他。苍小姐戴在手上同意了你的追求。真好。电影结束。哎，结束了。是的。不是，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？这个啊，给那么些个粮食了，可以的。哎呀，啊，他为饼来的。电影一上映啊，票房大卖，还火了。电影厂厂长很为难。为什么难呢？手里攥着这个演员的名额。
哦，是给于谦还是给苍井空？这个东西给你，给他，给这个，跟艺术没有关系。就他商量，这个就叫人力可为啊。哦，就这个事儿是可以商量的。我能明白。他不像别的，人力不可为，那就完了。哪个还是人力不可为？你比如说，咱俩是俩武术家，哦，练家的，对，凭能力开打呗，啊，就打吗？如果说没有黑幕的情况下，那就是谁能力大是谁的。没有黑幕怎么办？对吧？比如说我擅长使这个青龙偃月刀，爪大刀。你的武器呢是指甲刀啊？指甲刀，指甲刀，大战3000回合，嚯，你猜会怎么样？我还猜什么呢？我肯定成馅儿了呢，我就在没有黑幕的情况下，这还叫什么黑幕啊？这。对不对啊？这就是人力不可为。哦，或者体育比赛，咱俩从这儿跑到那墙根儿去，那倒可以。我跑了7秒，哦，你跑了14天。对，14天发生了些什么呢？那肯定是轮椅坏了，我那个。我跑那儿跑14天，我对不对啊？这就叫人力不可为，啊，包括所有的演出啊，啊，你像今天这个这种商演，其实是人力不可为。咱们这种商业演出是啊，上海咱们有朋友有亲戚有这有那个，嗯，但咱也不趁好几千个亲朋好友啊， 是不是啊？尤其观众人家来了真金白银的花钱捧你，嗯，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？就在这儿哦，您的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，是上有老下有小，给我媳妇儿，给他媳妇儿，我媳妇儿不用，我媳妇儿我给，知道吗？嗯，拿着吧。谁跟你客气了？什么叫拿着呀？也不差这一回。这所以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嗯，再次谢谢各位，让您破费了。哎，谢谢。一个好说相声的从上到下心里要明白，哎，然后再配上你的基本功。是还有基本功。我们有四门功课，叫坑蒙拐骗。叫说学逗唱。说学逗唱。对啊，说做了哪个旮旯都得让人听明白。是学说话，学表演，学唱，学动作。逗说相声要不逗就没法上台，最基本。唱太平歌词，这是本功啊。你说唱个京剧，唱个歌，唱个小曲儿，那是学哦。只有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一门功课啊。唱两句你们听听好吗？好，唱一什么呀？来一段《爱车传》啊，单刀会啊，好，哦，单刀会啊，好几个喊单刀会的。对了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《骷髅叹》。哎，您这什么脾气？这是你让他猜着了，下回他不买票。您就唱吧。庄公打马下山来，瞧见了骷髅骨倒我的尘埃。庄子兄一剑发了侧隐身，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儿，那半边红来半边白，红丸儿指的是男儿汉，薄药粒儿指的是女裙钗。用金簪撬牙关，关瞎了药骷髅骨，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了高头的马，尊了声先生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兄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。好，这叫太平歌词。哎，骷髅叹说相声唱这个，嗯，这算是唱一门功课。你再唱别的呢，就是学唱。哦，你包括这些年来德云社唱了不少小曲儿。哎，是什么找花台呀，啊，绣，嗯啊，喜红啊，啊，清水河呀，啊，对，都是小曲儿，这都从小学啊。那基功嘛，啊，30不学艺，哦，过了30岁再学就记不住了。
啊，就没有那么大脑。都是打小，尤其我们小时候，先生给留作业，老师还告诉你怎么着。对，平时自己得下功夫。是啊，邻居啊，胡同里边，嗯，那个街坊老大爷呀、啊，老太太。有会这个的也跟人去学啊，街坊都学呀，好多小曲儿都是这些老人们传唱下来的，老人会的。咱们小时候好像唱这个还多啊，是是是是。现在没有那些老头老太太，对，我们小时候嘛，没传下来。我记得那个，我印象很深，我小时候胡同里边有一姚大爷，哦，姓姚，姚大爷，嗯，姚大爷就爱唱小曲儿，喜欢唱。为了让人家教我，我还给人干活呢。你这小孩儿能干什么活儿？他抽那个卷的那个烟叶儿，旱烟。我给他摘那个烟丝儿梗子，好好好吗？给人点烟。姚大爷，您抽一根吧。呵，抽完了您教我。就这么勤奋。老头儿呀，挺喜欢我的。是吗？这瘾是真大。抽完了教你啊，赶紧抽吧。我觉得这玩意儿还得赶紧学，您说呢？行了，教不教了？真学呀、啊！真学，那么点小孩你懂吗？啊，嗯，这个，我先掐了行不行？啊，小曲儿就唱古代的故事，老的吗？听得明白吗？问你呢，听得明白？哇，真行。买点好烟行不行啊？净烟沫子了，嘴里头。这个屈原你知道吗？屈原其实是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不敢说呀。啊，我知道。哦，愣说。还知道屈原呢？啊，咱先掐了再说话。咱不抽了行吗？屈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人。哦。啊，后来身投汨罗江自尽了，这是历史。为了他，咱们吃粽子吗？对对对。还有的五月五吗？对，民俗、啊。端阳节吗？对对。啊啊！终于掐了，全毛病这老头。教你唱一个歌颂屈原的小曲儿。好，五月五的一个小曲儿。五月五的屈原是。乌呀嘛五月里呀、啊，月儿照花台，忽听门外有人叫乖乖，原来是我的情哥来。情哥你走过来呀，啊，情哥你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要不你要轻轻地迈，你到哪里去吃酒啊，哪里去打牌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，倒叫小奴挂在心怀。哎哎哎哎，这个屈原呐、啊，哪儿有屈原的、啊、呀？听半天也没听出屈原来呀、啊！这个回家唱一下，真学呀、啊！哎，过两天又遇见了，姚大爷很高兴啊！是啊，我再教你一个好的呀！他上瘾了，准备唱了，嗯，还没唱呢。是，警察叔叔来了，哟，把姚大爷请走了。是请走的吗？一晃十天没看见，拘留了。十天后，姚大爷回来了啊。姚大爷您回来了，挺亲，躲开我这儿，急了，不因为你我能出这么些事儿吗？跟人有什么关系？对不起姚大爷，闭嘴、啊、怎么了？说多少回改不了。怎么了？什么姚大爷？不是吗？我姓于，于大爷。怎么就哎，说相声于谦，我儿子你不认识？就没听说过，又往我身上搁呀。我说姚于大爷，我要学个正能量的啊。你早说呀。会吗？我就会一段正能量的。那您唱啊。听这个啊啊，混沌初分，天地不开，
才引出朗朗乾坤花花世界来呀，都说是英雄造时势啊，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。依我说人生在世几十载，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下来。烫我的不让唱，你如果唱戏，从我的家族滚出去，那就得绝交。哎呦，嗯，他爸爸点点头，嗯，冲老爷子鞠了个躬，是，漫天飞雪中走出了大宅门，就真离家而走了。哎呦，了不得呀！哎呀，出去之后投名师访高友，干嘛？学京剧，真唱戏。哎呀，他这个唱戏跟别人还不一样。怎么？一般人唱戏学马派。就学马派，哦，学鱼派，学旗派，对，哎，学这个学那个，宗哪派？但你那样的话，你唱到死，你也就是一个模仿秀，对，学吗？你学人家得跟人一样吗？是吧？嗯，他父亲没有，那个年头他爸爸就跳出这个东西了。那他是他父亲？你看啊，马连良、周信芳、于淑妍、阎居鹏、奚孝伯、唐运生这些个大家，嗯，他都不学。那他不唱了吧？那就啊，不是啊，啊，他只选取你的一点精华，取长处，揉了一块儿，嚯，放在自己身上、哎，就这种艺术理念就了不得，这叫博采众长。哎呦，后来机会来了，什么机会啊？津巴布韦的总统访华，您这知的有点远，因为没有比他穷的了。哎，这嗨，哦，津巴布韦跟这事儿还有关系，要看一看京剧。哦、要找真正有能耐的演员，你看，最后把你父亲请来了，哦，他有能耐，在这儿唱一段，哦，津巴布韦的总统，嗯，眼泪都下来了，感慨，怎么着？真好，哎，真好，我要是说谎，我是龟孙儿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。河南人呢这是这他你想他现学的他哪能说这么标准的普通话呀，上那儿竞选去啊，觉得你父亲这个样子屈才了，哦，想让他去做官，还当官，掏出来委任状刷刷点点，是让你父亲去做一个县长，或直接他给提拔就县长了，当县长，或上什么县当县长？前列县。这官当的堵得慌啊，这官多喝水吧，哎，别这前列现象化事儿就成了。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，那当官了吗？你父亲当县长了。嗯，但是说着容易啊，嗯，在旧社会的时候想当官不容易，怎么 你要有班底，哦，当官也得有班底，一个人你就奔前列县了吗？对吧，也不行，那是首先说你要有一个压寨的夫人，哎，不是当官了吗？怎么改土匪了？不得压寨夫人啊？哎呀，要一个掌印，哎，对了，掌印的夫人当官嘛。那会儿你爸爸还是光棍儿，哦，还单身，啊，自己说一个人没有夫人呢，啊，出去找去吧，这也现找，哎，就到北京城逛老天桥。你看他也喜欢那地方，之前他喜欢唱戏那地儿多呀，嗯，对，这有一个唱评剧的小园子，哦，评戏园子，你爸爸进去听戏去呗，嗯，坐在这儿，哦，您先等一会儿啊，您先等一会儿，啊，我爸爸这身段打小学的嘛，不老好看，就那个小戏园子不像咱们这种剧场，是就坐在那儿前后都有观众，哎呦，就对啊，听不见，没听说过。舞台上评剧的这个角儿，嗯，出来了，哦，有唱的，唱了两句，好听啊。是怎么唱？书叫龙灯，雪花飘，受罪的李三娘要把这个。水跳，嘿，这角还真有两下子，这两句，嗯，你爸爸高兴坏了，是吗？哦呦，哦呦，还你等会儿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爸爸一高兴要现形是怎么着？
因为前面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啊。是吗？你爸爸家我也喝就行了。嗯，太好了。哦，到后台找这个女演员。哦，要联系联系。能不能不唱戏？不唱戏。我来自前列腺。哎，瞧，别跟人倒腕了。我是县长。哦，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夫人？哦，有这个心思了。这其实就是你母亲。那可不是夫人吗？那会儿还没有你呢。那还没结婚呢。愿意不愿意跟我当夫人呢？是是是。你妈想了想。想什么？啊，腿好了。哎，嗯，我妈这味儿三河县的。腿好了啊，唱评戏有口音呢。哦，也是是是。那就行了呗。行。俩人手拉手走出了戏园子门口。哦，你母亲这个当角儿的很大气。怎么大气啊？就站在戏园子门口的高台阶上、啊、是刺啦。干嘛啊？这干嘛？这干嘛呢？这是刺啦，把衣服撕了。你、哎、看什么话？这叫废话。您这动作是不是、嗯、戏园子门口贴着你母亲的海报呢？哦，我现在是知县的夫人。哦，我不唱戏了，我的豹子，我刺啦把海报撕了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也是把海报撕了呢。但是我觉得这海报贴胸口上了，就是比划嘛，就啊，都面对面嘛，这牌子在这儿立着，是好啦。哎呦呵，嗯，哦，你是站在这边看的？我站哪边看也是这样啊。因为过去戏园子都有海报，是有海报啊。你母亲这张不就是吗？啊，著名评剧演员啊，那会儿讲究写艺名，艺名叫啊，著名评剧演员是赛砒霜。喂，嚯，我母亲够毒的呀！啊，这啊，撕了撕了吧！啊，嗯、撕了，不唱、哦、是正式的，俩人是两口子要当县长夫人。哎，对，当官。但是你父亲一琢磨还是不够啊，就俩人还不够。你看。这衙门里边得有一师爷。哦，还缺个师爷，写东西的师爷。对，这也必要。你母亲想起来了。怎么？那旁边那个戏院子，嗯，你瞧这味儿，唱河北梆子的。哎呦，唱河北梆子那个老绳，他唱的可中，唱的中，他有文化啊。那行，去吧。哦，俩人到内屋就挨着，请去吧。一进门，嗯，老生演员在台上正唱。哟，他怎么唱？他唱的好啊，唱的是八王爷与臣做了对。猛虎烟岗斗蛟龙啊，哎哎哎哎哎，你瞧有点意思。你爸爸说这可以啊，那都有能耐啊，气质方方面面都好哦，这就行。你叫他叫他啊，来啊，你母亲喊他叫老公。老公快来，老公，别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哪儿啊？这刚当我爸爸夫人，这就要叫老公。这人姓龚，上面一个龙，底下一个共同的共，啊，那可不，老公们，那很正常。你这是什么姓啊？这是老公，你快来吧。哎呀，嗨，快上这儿来呀！这不用这么暧昧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人姓龚，啊，唱河北梆子，当年艺名叫龚达子。哎呦呵，有名。哎，过来了，哦、一说这事儿。嗯，能不能别唱戏？那跟县长走，做一个师爷，他愿意吗？他想了想，是，嗯啊，腿好了，哎，对，那是老乡得照顾照顾。你看师爷就有了啊，三河县的。但是呢，还短一个喊堂子，哦，还得有喊堂，就是老爷一升堂，不得有一个人站在堂口那儿，老爷升堂了，哦，这还真必要。想来想去，你母亲说了，嗯，西院子里边有一个卖药汤的。哦，卖药汤的，卖药汤的那小子可中，哦，他看上了，咱们听听吧。是，到戏园子一瞧，卖药汤的正吆喝呢。怎么吆喝呀？卖药汤嘞，谁还卖我这药汤嘞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卖的卖，少的少，卖药汤的又来了，吃了马的味儿啊，有了马的味儿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吐蒜水儿啊，打了饱嗝儿，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，小子儿。卖药堂的这嗓筒可真喝了，你爸爸心说这嗓子喊堂准行，一点错没有。叫他，好，你母亲喊他来，丈夫，哎，这，丈夫你快来，这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个啊，姓张，啊，张王李赵的张，张夫是天字出头大丈夫的夫，叫张夫。哦
这叫张夫，但是你母亲有口音呢。啊，张夫，你过来。行了行了，我这一说这事儿，啊，别卖药糖了，衙门口喊糖，干不干呢？愿意吗？啊，高兴啊。他说：“腿好了。”哎，对，我一猜都是老乡啊。这个行了，嗯，但是还没有带案的呢。哦，还缺人。打官司来了，得从班房把这犯人带过来啊，这也得专门，这叫带案的。可以。思来想去，你母亲想起来了。哦，天桥市场西北旮旯那有一个拉洋片的。拉洋片，拉洋片的那小子那嗓子可中。哦，那咱们去看看。呼噜呼噜都去了啊，离老远。哦，你瞧拉洋片的正唱着呢。他怎么唱？再往里边再看哦，有又层，嗯，大清以上那是大明，大明传了十六帝，末帝崇祯那不得太平，嗯，三年旱来三年涝，米贵如猪家往上边升，有钱的人家卖骡马，没钱的人家卖儿童啊，黎民百姓造了土炭喽，苍苍刺不隆咚苍，哎，出了个英雄叫李自成，哎，好听啊，有点意思。这是拉洋片，拉洋片的叫过来了。哦，别拉洋片了，带案去行不行啊？行吗？高兴，回号的。哎，我一猜就是这句。嗯嗯嗯，他也行，他也行。哎呀，再算了算，还差一个掌刑的。掌刑的打犯人，哎呦，这个打四十大板，那二十大板，噼里啪啦打，专动手的。哎呀，嗯，你爸爸问你母亲，嗯，你那个关系网还有什么人吗？哎，对了，我妈这人脉也够广的，说没杀人了，三河县都空了。嗯，是，整个县都没人了，没有人。哎，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想起谁？哎，还有一个跑汉船的。哦，那也是干这买卖的。哎，跑汉船的这位呢？跑汉船的过去有，现在很少见。叫吴桥烙子跑汉船，是是是，捯饬好了，穿着花花绿绿的啊。过去在天桥有唱这个的。哦，他们很脆声。怎么唱啊？唱就好听。是大年的初一头了一天，小儿妹妹跪在姐姐面前，大姐夜间的忙搀起呀，走上前的拉衣衫的，伸手掏出压岁钱的，嗯哎，还有一奶同袍拜的什么年呐？哎，囧囧起囧起囧囧，嘿嘿，哎，这真俏皮。干这个的啊，有意思，这行不行呢？嗯，行，叫他过来吧，叫他过来听听。你母亲就喊他，啊，钱福，钱福了。哇，好家伙，这关系网都这么来的，合着他姓钱，赵钱孙李的钱。行，不用解释了，不是福寿禄的福。哦，那个福有口音，钱福。哎呦，好家伙，过来一说这事儿，让你上那儿去打人去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他说呢，钱福高兴，太好了。我一猜就是嘛。行了，嗯，大队人马齐了，一块上任。嗯，但是你父亲突然想起来了，怎么？还差一个人，还差谁呀？没有回事的，这怎么又回事？衙门口里里外外跑进跑出，给老爷回个事儿了。哦，没人了。是是是，你爸爸说不行，我出去私访去吧。哦，找一找，出去。这一出去，怎么？对面来老头，这老头七八十岁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。哎呀，拄着个棍儿，哟啊，要饭的。哦，哎呀，很可怜。是是，老爷啊，对，太太啊，都这么要给点吃的不？嗯，老爷，嗯，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，一对脸儿，是父亲啊，你看你这个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怎么了？就是访贤也没有这么自降身段的，你知道吗？叫父亲一叫要饭的，因为他不是外人，他是谁呀？是你爷爷。啊，真是我爸爸的父亲呢！你看你亲爷爷，要不爷俩这样的话，哎呦，面对面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哎呦，啊，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你看，要不说的呢，你这才多长时间？是是，漫天大雪中，你父亲跟家族断绝关系，走出了大宅门。哎呀，今天看见老头跟人要饭了。你说那时候我们家多有钱？不，原来也是要饭的。原来要饭的，怎么还大宅门？您说的，这住在庙里头。哎呀！怎么那么寸呢？这事儿，啊，还不如跟你爸唱戏呢啊！就说是呢嘛。啊，老头要饭，拄着棍哆嗦。嗯，你父亲眼泪下来了啊。哎，老爹爹，他唱你何必这手啊吃紧呐？好家伙，
全是这味儿了。要什么中长花喜事端详，我虽然千里县，提这个身为县长，怎比得老爹爹蓬头垢面，好不风光。好，哎呀，唱的不错，但是您这捧假了，知道吗？你爷爷挺感动，说老爷，哎，这还老爷呢。行了，别要饭了啊，跟我回衙门。回事也好啊，这更得照顾了啊！把你爷爷请回去，嗯，全堂人马都齐了，那就好。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？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，这话怎么讲？上任头一天来打官司的了，哟，有事儿干了。这个原告是一个唱小曲的，叫张云雷。啊，这我们倒熟，嗯，他这个媳妇儿叫杨九郎。两口子打官司，你告诉我这儿叫唤是一个张云雷、杨九郎两口子啊。哦，这个丈夫呢是唱小曲的，是这个媳妇杨九郎是唱铁片大鼓的。哦，都是干这，俩人感情还不错。嗯，有一天张云雷出去演出去了，是家里来串门的，谁来了？唱快板的高峰。哦，调戏杨九郎，这高峰也够不开眼的。嗯，张云雷回来堵上了。哦，让人瞧见了，醋海生坡，闹出事儿来了，风流案件。嗯 嗯，所以上前列县打官司来了，到我这儿来了。啊，你爸爸坐在屋里边正看公文呢。哦，还有事儿干。又打外边，你爷爷进来了。哦，老爷，还是这味儿。外边来了打官司的，你来看看成文不？哦，看成文。你爸爸接过来，嗯，当时就急了。哦，呸！怎么样？不认识字？哎，废话。不认识字，您就这么急干嘛？哦，在这面呢，啊，还看反了。一看这个事儿，这可了不得了。嗯、怎么啊？有伤风化，这得管。打官司来了，是来准备升堂。哦，要争升堂。一说升堂，嗯，那个专门负责喊堂的，嗯，他得头一个工作。他是他的事儿啊。对呀、啊，嗯，站在堂口，他是一个卖药堂的呀。啊，对，原来干这个，他哪会喊呢？哦，不会，但是嗓子好。嗓子好他怎么办呢？他用卖药堂的签儿，嗯，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了，也可以呀、啊。哪位在办房内急了忙的待案，老爷升堂，买地买这个跑地跑这个少地少，打官司的又来了，抱着板子抱着棍儿，够这个小子来一对儿，伙计们别忙，老爷升堂。嘿嘿，好，还是卖药糖的味儿。你爸爸一听，我赶紧得出去。怎么呢？糖都熬得了。哎，对，一会儿化了。省官速带，嗯，往这一坐，是真有个当官的样儿。哦，嗯，前面还坐着观众呢，是怎么的？前面这案子是，你别提这个啊。来，带原告。哦，那是。又打底下，张云雷就上来了。哦，建国大老爷是。有什么冤枉从实讲来，听你的吧。张云雷啊，年轻啊，见官害怕呀。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一张嘴啊啊，他就唱上了。他唱的什么呀？打官司的词儿，用的小曲的调。哦，那您学一学。桃叶儿那上了房，哟，柳叶儿随风扬。嗯，尊了圣贤太爷。细听我说端详啊，那一天小人我出门去演唱，唱快板的高峰来家耍流氓。哦，这么个事儿。怎么回事？详细说说。说提起了杨九郎，嗯，这娘们不应当。哦，我来到前列县求大人做主张啊，您要是不把我的冤枉管呐、啊，拖上了石碑，我实在是累得慌啊啊啊、哎！对，唱的倒是实话啊、哦。把事儿一说，嗯，你爸爸点点头，来呀，哦，带杨九郎。哦，这是被告。一会儿杨九郎上来，穿一旗袍，烫一头。呵、嗯，好，就这样上来。你爸爸看看。嗯，被告。嗯，你叫杨九郎哈？是。
睁开眼睛看看老爷。嗯，你这不难为他吗？把眼睛睁开。嗯，老爷，我已经睁开了。哎，对对，早就睁着呢。啊，就这样啊。嗯，你说说吧。哦，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啊？是杨九郎一张嘴啊，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的呢？铁片大鼓的腔，嗯，唱的是这件事儿。哦，未曾说话呀，雨泪双抛，尊了声县太爷，细听根苗。那一天我在家中无有事干呐，唱快板的高峰啊闹毛宝，进门来拉住手来又说又笑啊，再往下要如何我不敢那往下瞧。哦，嘿，好，不能往下说了啊，不好意思说了。对，哎呦，这句话说完了。嗯，你爸爸可是真急了啊，急了。哎呀，风化案件哦，来人呐，嗯，带高峰。哦，高峰得带高峰。一说带高峰，拉洋片子过来了。嗯，锁链子花楞一套，是套到高峰脖子上了。嗯，哎，再往里边再看哦，又一又偏哎，叫声高峰，你听着我言。嗯，你们打架我知道，谁是谁非，我看了一个满天哎。叫声高峰，你跟着我走呗，苍苍刺不隆咚苍。我靠，谁是谁非哟，咱们见见青天哦。哎，好嘛，高峰说你慢点受。对，实在受不了啊。高峰往里边走，一抖着铁链子，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啊？哎，铁链响，那个响花楞，这个玲珑宝塔一三层啊，哎，一丈高桌，这这这这闭嘴啊啊！对，谁让你上这唱？跪下跪下跪下！哎，往这一跪，嗯，一看这模样，嗯，你爸爸就急了。怎么急了？哎呀，就恨这种人，是吗？当时你父亲脑门都绿了啊，对，绿了，从桌子底下掏出两个铜锤来，哎，呀呀呀，行了，嗯，王八精啊，是怎么？你看你这人说话很难。废话，脑门绿，掏出俩铜锤，可不是这玩意儿吗？很生气啊啊！哎，很生气，这不像话，我这很生气啊！哦哦哦！就这会儿就听见你母亲嗯在屏风后边喊你父亲，什么？干嘛要喂鱼了？是怎么着？话这讲逗猫呢？这是什么动静？你父亲纳闷啊啊！行了，叫我哦，等我一会儿，赶紧回去，转身上屏风后边啊！干嘛？我审案呢？就是啊。老爷，我得嘱咐你啊！怎么着？我看你这样可能要犯吸引，要犯戏啊！你不是当官的材料哦。这你一会儿你出去好，他们都唱你也唱，你这可是唱不像话了，这受不了啊！咱，说好了，你踏踏实实的审案子，你可别犯吸引。是啊，待会儿咱俩定一个这个咱俩人知道的这个暗号啊。对，万一忍不住怎么办？你只要是一要唱戏，我就在屏风后边，嗯，我就哭嚓哭嚓，这干嘛呀？我敲屏风啊。我妈敲屏风，哭嚓哭嚓的呀，这什么动静？屏风哭嚓，我哗啦啦哗啦啦啊！你不用当动静，你听好了吧？对，你快去吧！啊，好得令啊！哎，对，父亲回来坐在这儿，你是高峰吗？问问老爷，是我，是，哈，我挠哟。刚嘱咐完，就说是呢，戏瘾就来了。这要叫板呢？一见高峰怒气深，不由得本县东无民，挑衅民女该活罪，咆哮公堂为活擒，将高峰重打把他擒藏。嗯，四十官呐，嚯，好家伙！活活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呐，啊，要打，要说打，旁边那跑汉船的乐了，哎呀，可到我了。哎，他来活，板子抄起来呀，嗯嗯，他就唱上了。他怎么唱？老爷吩咐将你打，叫声高峰听个根牙，挑衅民女干着喝醉，噼噼噼的啪啪啪，打了板子四十八的恩爱，还有打完了板子把苦力发难，哎，重重起，重重重重重重，哎，好家伙！怎么那么寸着？太乱套，旁边师爷乐的都不行了，是吗？这哪是县衙门呢？这是到了德云社了。哎，这全是唱曲儿的，拿着毛笔正要写，张嘴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？外行竟要当县那张，嗯，不会断案，他唱儿黄啊，哎哎哎哎。对呀，他唱完了，你母亲打屏风后边出来了。他。本来是应该哭嚓哭嚓砸屏风啊，对呀，等不了了，是啊，迈步就出来了。出来干嘛？出来就唱啊。怎么唱？一闻此言大吃一惊啊，宽通秦南连我出了屏。
夫人出来了。是啊，你爸爸得问呢。啊，外面的活人喧哗，问一问。你爷过来了，老爷，那是我。哦，有不少人呢，这是。哎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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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慢着，兄弟。哎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。这是个什么呀？哎呦，甜的。吃不了了，糖尿病。谢谢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谢谢。嗯。高兴，是，真是高兴。上海，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上海，一年一次。你看，全国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演出，嗯，但是每年我们都会来上海。我记得我第一次上演就是跟我师父在上海，演出效果非常的好。是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上海的观众啊，非常的热情。嗯。真的是这样，也爱听相声。你看刚才那个论捧逗，嗯，关九海还有那个庄子健，对，二位说的，说的，你还瞧不上人家了？不是，说的挺好，是是是，说挺好，在我们单位算是，咱们单位这个可多了，算是中上等的演员。哦哦，我们俩也是。就为捧自己上上等的演员。哎，您可别这么说，中上等的演员都得到，不对吗？人家中上等的演员不对吗？中上等的演员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论捧逗。对，哎，刚才那个捧哏的说自己是司机的徒弟，多好多可乐，去那大圆圈是个方向盘，多逗啊，是，对不对？对，侯震，对，侯震是他的师哥。师哥，哎，你也是司机门的呀？我不能从侯震那儿论啊。你在哪上的开戏吗？这，没有，我们家怎么都是司机呢？司机，没有没有。这个我们俩来到上海，特别的高兴。我几乎每年都会在这个上海工作。嗯。上海东方卫视。嗯。对吧？有一个节目叫做《极限挑战》，是我参加了好多年。而且我们两个人还是第二季《欢乐喜剧人》的冠军。小一点声，就你嚷嚷来的，声音要小一点。哦，上海对我们有恩，是，上海的朋友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好。对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拿出好节目回馈给大家，好好演，对不对？我叫岳云鹏，是一个小学生。因为每次上台啊，都应该做一个介绍，应该的。一个小学生，没有掌声也没有关系，我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。你还学会要掌声了？没有，我不是那种人。你是，嗯。岳云鹏，一个小学生啊。是。这是我的搭档，是叫孙烨，孙老师，我们这个相声演员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不知道从哪年哪月，这个捧哏的比逗哏的红多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你看，我都不爱提那些事儿。你提什么事儿呢？我都不爱提，我上过那么些春晚，对不对？您还不爱提呢？但凡有个人问您说都合理，知道吗？我不爱提啊，我上过那么些春晚，自己说都没有人家捧哏的红。嗨，观众他比我上的次数多吗？我都不爱提，他才上几回，跟我一样多，狗屁。对，狗屁跟你一样多。嗯，小品凭什么不算？小品凭什么不算？你瞧瞧模样。
所以观众是懂审美的，知道吗？怎么着，堵在脑子里了？哄我。这要是泡着，我就轰你。我很容易生气的啊。我还哄你。小品凭什么不算？这位老师，嗯，夸一夸孙老师吧，对不对？不用夸我。我的搭档，跟了我也就，说跟了我不合适哈。对，我怎么了我？一起合作。哎，是。也十好几年了。奔十五年了吧，差不多。对我，十五周年。别周年呀、啊！怎么这么不吉利呀、啊？十五年是。对我非常的好，有那么一个词儿啊、嗯，良师益友。哎呦，亦师亦友。你看我师父平时教我，嗯，对不对？教我台上，教我台下。但是他最近这些年啊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孙老师经常的教我。您客气。怎么做人？台上怎么表演？啊、嗯？怎么跟观众一起逗趣？都是孙老师在教我。哟，谢谢您，您有事儿直说。我没什么事儿啊。干嘛这上来就你捧我干嘛呀？比我知道的要多，啊，就是长几岁，就是，对不对？嗯嗯。说学逗唱四门功课，嗯，人家学的时间比咱长。哎，小时候学的。小曲小调，嗯，人家唱起来比咱有韵味，就是老气儿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要干嘛吧？你说，弄得我有点含糊了。那问您一个问题啊？哦，有问题。有一个小曲儿。什么曲儿啊？叫和尚叹。听过吗？和尚叹没有？这没听过，真问住了。真没听过？没有。哎呦，刚才夸你半天白夸了，原来我没让你夸。叫和尚叹，为什么叫和尚叹啊？为什么呀？他怎么叫和尚叹？您说。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个和尚。嗯、哎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嘿，嘿。你爸爸才和尚，我爸爸怎么和尚呢？误会了啊，误会了。我哪儿听误会了？你父亲啊，不是正经的和尚，是个花和尚。你先别乐了，嘿，什么叫不是正经和尚啊？那问题不更严重了吗？他在小时候脑袋上梳了一个小辫，哟哟。您别走小辙，小辫儿不是小辫，嗯，我没走小辙，我走的是大辙。你没想吗？小辫儿。哦，小辫儿。那叫什么和尚来着？哦，小时候送的庙里，跳墙和尚。跳墙和尚。是是是。不光你父亲是跳墙和尚。怎么呢？您的仨大爷都是跳墙和尚。哦，合着我爸爸行刺。对了，哦，给他们哥四个送到寺庙里头。哦，是吗？寺庙里头有一位老和尚，老方丈，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。什么名字呀？你大大爷，嗯，叫发聪。二大爷呢？发明。三大爷？发广。我父亲发廊。哥四个。我爸爸叫托尼不好吗？干嘛叫发廊啊？托尼也行啊。没听说过。孙托尼？没有。那叫发廊。发廊，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。是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呀、啊。哎呦呵，念念经啊。你看看，天天闲着他父亲是五脊六兽的。我这词儿好。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儿来。是啊。叫和尚叹。哦，叹息。唱起来好听啊。是啊。我给您学学啊。您学学和尚叹。你看我像不像你父亲？去。我猜就有这一句。小爷们小和尚头光光，袈裟配身上，小木鱼儿敲个冰棒，念佛有爷们有烧香。忽然刮过一阵风，一股香味飘过墙。阿弥陀佛是什么？贼啦啦啦的香。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在外地演出到这儿都鼓掌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鸦雀无声啊，
你看我满嘴唾沫，气得我鸦雀无声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是什么贼拉拉的笑？行行行行，我说你鼓掌。不用不用，没事儿啊。我先问您清楚，什么叫一股香味儿？哎，怎么那么香？啊，飘过来一股香味儿。哪儿飘过来的？因为隔着这个和尚庙啊，隔着一堵墙，就是尼姑庵。哎，您等会儿，和尚庙。隔一堵墙，尼姑庵，那前面是不是还有孤儿院？你这都什么包袱？什么包袱？废话，这俩地方有隔一堵墙盖的吗？这不是方便，这不是方便，这不巧合吗？怎么这么巧合呢？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都发生在他这儿，飘过来一股香味，同时也飘过来一个小曲儿。什么小曲儿啊？尼姑叹。哦，尼姑也感叹。为什么叫尼姑叹？啊，为什么？怎么叫尼姑叹？您说。因为他的母亲就是尼姑。我们还是个佛教家庭。就这么神奇。哎呦呦呦呦！啊，怎么唱的这是？不光他母亲是尼姑啊？怎么意思？他那仨人都是尼姑。哦，两边配着套来的，给姐儿四个送到尼姑庵里头。尼姑庵里头有一位老尼姑，是分别给他们起了发名了。什么名字？大姨叫慧聪，二姨慧明，三姨慧广，我妈慧饼。慧，我妈是个厨子，是吧？慧饼，慧什么？慧敏，慧敏。哎，庙里的生活十分的清苦，每天就是扫扫地呀。哎呦呦呦呦，念念经啊。啊，这一家子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行了，您要珍惜这种机会，等以后不红了，你想看就没人看，知道吗？天天嫌他母亲是五脊六兽的啊。哦，我妈也这样，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，哼出这么一个小曲来。是啊，尼姑叹，来吧。嗯，我妈这是。尼姑坐在庙堂，四季花儿为谁开放？谁是我的新郎？哎哎哎，这是闲的五脊六兽吗？我是谁的新娘？哎，没有唱这歌的。哎嘿，哎，对对，别嚷嚷了，尼姑叹。我在庙堂，四季花儿为谁开放？背地里埋怨我的亲娘，人家的儿女成双配对儿啊。哎，可怜小奴我懒梳妆，掐朵鲜花插头上啊，插也插不上。为什么插不上？这怎么插不上啊？你妈是个秃娘娘。嘿，真剃了，好的了。按说啊，这两个人一辈子也不可能走到一起。那是隔地堵墙呢。但是天底下就这么巧的事情，墙塌了。想的还挺美。这我想不出别的招了。这年四月，四月份，俩庙联合啊，举办植树造林。嗯，可巧的是，你父亲跟你母亲分到了一个组。啊，一组。你父亲刨坑。哟呵呵。你母亲扶树。哟呵。这一天下来，他父亲对他母亲产生了好感。哦，相中了。这一次机会就够了吗？啊，还有机会？当然了。还有什么机会啊？这年五月，俩庙联合举办红五月歌咏比赛。他父亲跟他母亲分到了一个组，对歌，两个人手拉手走上台要唱山歌。这就手拉手了。哎呦呵，他母亲先唱。我的妈妈，你瞧这模样，
您这干嘛呢？是怎么着？这甩什么头啊？忘记没有头发了。甩甩，哎，行行行。小尼姑，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，听根呀。你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哦，什么花啊？小和尚，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，听根呀。我往姑娘的脸上看，起名叫做芙蓉花。芙蓉花，啊，你妈高兴了，这是。哎，行行行。狐狸精，这是个说自己的妈妈是狐狸精，废话，你还好人家这么乐呀。小尼姑，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。你往姑娘的耳朵上看，耳朵起名叫做什么花？什么花？小和尚，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。我往姑娘的耳朵上看，起名叫做大喇叭花。就大喇叭花，喇叭花，你妈高兴。我妈没鼻子，缺德臭嘎嘣的你，小尼姑，小根嘎，叫了声和尚听，你妈笑场了，你妈笑场了。你赖得着我妈吗？啊，大人像话吗？废话，赖我们家大人干嘛？小尼姑，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和尚听根呀。你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什么花？就这脑袋。小和尚，小根儿嘎，叫了声姑娘听根呀。我往姑娘的脑袋上看，起名叫做大松花。松花蛋，你麦婷怎么着？大松花，松花蛋，讨厌！哎呀，缺德！臭嘎嘣的你！哎呀，门不跟你玩了。哎，门门走了，走吧。生气了。嗯，对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妈怎么都拉了胯了？这哎，忘了跟你说了啊，上台的时候一不小心崴了一下脚，不太方便。对了，都以为你母亲生气了。是吗？其实没有。怎么呢？也对你父亲产生了好感。哦，有好感。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怎么样？两个人成功的私奔了，留不下脚印儿。下山了啊？是。还俗了，结婚了，多好啊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也是好事儿。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三个月啊，他降生了。哎哎哎哎，月轮，月轮。从四月份算也得转年二月吧，我怎么不到仨月就降生了？我是猫啊。四个月。狗。几月？十个月。十个月。哎，你也十个月？对，废话，你七个半月。你这身材感觉像是十八个月啊。你甭管，我生出就这么大个儿吧。对，十个月。哎，十个月。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没错。简短结束啊。嗯，等他长到20岁的时候。你太简短了。他也谈恋爱了。哦，也青春萌动。哎、哦、喜欢上隔壁杨家庄一个姑娘。杨家庄叫杨杂碎。叫杨。这个姑娘长得好看。别好看了，多少有点山气。废话，哪姑娘长得跟杨杂碎似的？叫什么？杨阿翠。杨阿翠。哎，杨姑娘搞对象这个事情呢，被你们隔壁二傻子看见了。谁？隔壁二傻子。二傻子看见了。哎、嗯、二傻子给你们编了一个小曲儿。是啊，叫杨家庄。哦，杨家庄。对。哦，唱起来好听啊。是啊，二傻子唱。来吧。被你们隔壁那个大聪明发现了，编了一个小曲儿，叫杨家庄。就是二傻子，我小时候见过，就这样。在城东有一个，那是杨家的庄啊，有一个老员外，他就本姓杨啊，一辈子无有儿，所生下一个女儿啊，这姑娘长得强，
婚姻大事没有妥当啊，杨姑娘终朝每日盼享夫郎啊，这一日闲暇无事站在门旁啊，走过来小岁月俊俏的郎啊，大眼珠子高鼻梁，闲来没事嚼冰糖，走上前来尊姑娘。嗯嗯，这姑娘长得可是真漂亮啊，杨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行 啊， 啊，一言巧语口尊相公啊，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来相会、嗯、要相逢在三更来趟我家中不中啊，我丈夫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个冷啊，还真是个杂碎。还有丈夫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爹妈不在，我爹妈不在家，咱们两个立个冷啊。你琢磨杨姑娘对你有意思啊、嗯？能不去吗？得去，就去了。是，两个人热情的拥抱啊、哦！行行行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多好啊！也结婚了，生孩子了。是，转过年来大年初一要回娘家串门子的时候，哦、回门子要搁一般的家庭啊，嗯，说两句就完了。那我们家呢？他们家非得唱，好唱。他还喊他媳妇呢，我喊我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你们出来吧，媳妇儿。他媳妇儿在里边出来，是我媳妇儿来了，嗯。哎哎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媳妇这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忘了告诉你了。嗯，你妈是这条腿，你媳妇是这条腿，这叫无敌鸳鸯腿。俩人凑一个整人。嗯，张嘴唱上了。是，我给您学学啊。我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怎么还打一嗝？你媳妇爱打嗝。你媳妇爱打。老有我们家的正月里是理儿啊，正月里出三四儿啊，单位里放年假，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，转回身那来叫了一声他呀，你过来我有点事儿啊，咱们两个人啊去串门儿啊，当天去那么当天回儿啊，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，哎呀，孙悦心中想啊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，我拿点什么东西，我拿点什么东西啊，曹子高大拔尖儿，马粪来一截儿啊，我送你们家去，一样来一截儿，一个羊的来一截儿啊，转回身哪、啊、来打个相思棍儿啊，取出来这个心上印儿啊，裤子本是塑料底儿啊，塑料的毛料的，裤子本是麻料底儿啊，枪毙那天穿过一回儿啊，那是穿一回，结婚结婚那天穿过一回儿啊，到今天穿上它还是那么合身儿啊，哎呀，二人往前走啊，来到了自家门啊，七大姑八大姨儿啊，迎出了人一群儿啊，丈母娘接过孩子亲了个嘴儿啊，哎呦，拿孩子当痰盂了，亲嘴儿，亲了个嘴儿啊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啊真有根儿啊，肥头大耳双眼皮儿啊，不像他的舅爷，不像他的爷儿啊，真像这个他的爹，我王八高子儿啊，别唱了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出口成章，表演者高玉凯、王善勇。感谢您的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哎，刚才是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。谢谢，刚才是岳哥，哎，跟孙老师，嗯，人家二位说了一段学小曲儿，哎，啊，很辛苦，叫让二位主角呢到后面稍事休息，歇会儿，哎，一会儿给您奉献这个更精彩的节目。对，这场呢，把我们哥俩换上来，换上，大哥，你们都干嘛去？大哥，
怎么我一上来都上厕所，我这么利尿吗？我对对对，我刚要说这个的，嗯，比较利尿，嗯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，该去去，该去去，对对啊，主角也歇会儿，是啊，你也歇会儿，对，一会儿他们再上来呢，你还报以这个热烈的掌声，哎，欢迎二位主角，是对不对？嗯，也是托人家二位的福啊，啊，能来到上海演出，对，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，嗯，我看楼上也坐了很多的人，不少，楼上的朋友给点掌声好吗？谢谢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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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得说是上海的朋友，哎啊，素质非常的高，是叫楼上的鼓掌，楼下一个拍的都没了。你这人啊，要掌声不是要掌声，我觉着人大家伙儿都热情，对，非常的热情，都好，就是来到上海演出，就是心里特别的激动，嗯，特别的开心，对，你像我们昨天就来了，昨天到的，对，昨天去外滩。嗯，去外滩溜了一圈哦，哎呀，上海真的，尤其是夜景，嗯，太美了，晚上好看。对呀，啊，昨天我走在那个外滩啊，嗯，我又想起了咱们中国的一句老话，嗯，哪一句？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和上海。心情咱理解，对，你这么说完它不合辙了。是那个心情，是那个心情，对，反正就是特别的开心，嗯啊，早上台来呢得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介绍，哎，咱认识一下，啊，对了，嗯，我呢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我叫高玉凯，是他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。高是高兴的高，玉是宝玉的玉，凯是凯旋的凯，哎，说完我以后隆重的介绍一下，哎，我今天要表演的节目，这段相声的，哎，可能大伙儿有听，哎哎，说我吗？哦，哎，哦，得说得说，说是吧？是是。您要是说，啊，咱就大大方方的说。对，你要说不说，嗯，你别往我这儿比划一下啊，嗯，我这尴尬。是是是，您别误会，因为什么呢？那我是逗哏的，嗯，对吧？您呢是捧哏的，分工不一样。哎，我得先说我呀，我站外头啊。对，对不对？你要说你爸爸也死了八年，你可以先说你。不是那段都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咱就说这个意思，下太大本了呀。嗯，我得先介绍我，说，哎，介绍完我了以后，我再介绍您。我明白你那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咱干什么事儿有个顺序。哎，顺序，对喽，啊，你可别捣乱。没有，你一捣乱。人家大家伙儿好几千人把我给忘了，这不至于，那算成心了，不至。打头来，行，大家好，我叫高玉凯，高是高兴的高，玉是宝玉的玉，凯是凯旋的凯。说完我以后，隆重的介绍一下，他晚上睡觉踹被子。您介绍的太多了，我昨晚上看见了。不，你这会儿就直接说我名字就行。哎呀，你别着急。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这谁着急了，我得先说我呀，这不刚说完吗？对不对？你我必须得再说一遍，有大哥上完厕所回来的人没听见啊，呵，对不对？照顾得还周到着。嗯，我再来一遍啊，大家好，我叫高玉凯，高是高兴的高，玉是宝玉的玉，凯是凯旋的凯。说完我以后隆重的介绍一下，像后面的大家好，我叫王善勇。大家好，我叫高玉凯。哎呦，他叫王善勇。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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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有点受宠若惊了。一会儿演完了啊啊，我请你，咱俩还去外滩。哦，还上外滩去？我淹死你！我招你了？废话，淹死我干嘛呀？废话，我等半天，你这就不说我？你不是我不说。你名字不好听，我这名啊太难听，我觉着还行，你换个名吧，好不好？你改个名，有这么跟人商量？你换个名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我就得换个名啊？你换一个，换一个，你大伙记住你了，完你就火了。哦，在毛病在这名上了。对了，就在这个名字上面。哦哦，你听我的啊，咱来上海演出了，啊，我真的太高兴了，啊，我今儿这么开心，哼，我给你起一个
你给我起一个好吧，谁给你授权了，你给我起一个，怎么了，管用吗？管用啊，我给你起完你就火了知道吗？认头，给你起一个，你听着啊，打今儿起你就不叫王善勇了，那我叫大渣男好吗朋友们？你看看哎呦哎呵，不好，好，咱要是上网这词儿咱都能知道啊。对呀、啊、这是个贬义词啊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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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站这儿给我道歉呢。对，谁给你道歉？你不说不好意思吗？不好意思就是好词儿的意思。哦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就叫这个挺好，我叫这行哈，行好、哦、但是人家主持人刚才已经都说完了啊，现在改来不及了。哟，来不及了，下回还有机会，有机会再来上海啊，一定改了。对了，再报幕一上来就嗯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啊，表演者高玉凯，大渣男，就这么上来。行啊，你这还真好，这主意，不错，没毛病，有毛病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不，等会儿琢磨琢磨吧。你看是不是就是这样啊？就是我的名字放在后面，它好一点。你的名儿搁后头。哎，对。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相声。嗯，表演者大渣男高玉凯。没毛病哈，我就没毛病，我们这都这么说，一点毛都没有病。对，嗯，你这样，你听我的。哎，我听你。打今儿个起，嗯，你还叫王善勇？你老折腾我这名儿干嘛呀？开个玩笑啊，这样式的，大家伙儿对你印象深刻。啊，咱这就算认识了。哎，王善勇，王老师，您老师，相声说得好，不成啊？你像我们德云社400多个演员了啊，人多啊，他在我的心目当中。排名第二，您这是没睡醒？睡醒了。给我树敌？没那个意思。那咱说明白，我在你心目中排第二啊。行，要这么聊的话，那咱问问，嗯，谁排第一呢？岳云鹏，今儿个他专场。您这得老捧着聊啊。那。废话，怎么我就排第二了？这不是你不是，你看这样，就是咱这个德云社后台人比较多啊，这都知道啊。对，我说谁第一，他都不合适啊。你要非得说一个，咱这样似的啊、嗯，每位好朋友心里都有自己喜欢的演员，那当然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说完了以后，跟您心里想的一样不一样？好，要是一样的话，您鼓鼓掌，鼓励鼓励我，好不好？啊，行。好，咱现在不用鼓啊，现在不用，现在真不用，不用，那现在真没有。对，嗯，说啊，德云社400多个演员，哎，你在我心目当中排名第二，谁排第一？德云社其他的相声演员。人大伙儿很认可，是，嗯，关键您也是很婉转，怎么了？绕这么大圈儿干嘛呀、啊？你就直接告诉我，你垫底儿。不完了吗？你看，急了急了！废话，400多人了，咱比得过来吗？我压根儿没让你比。对，咱不跟别人比了，对吧？咱就说咱哥俩，咱俩，哎，你排第二，好不好？都咱俩了啊，我还得排第二。你看，没有办法。怎么？因为首先来讲，头一点，嗯，我文凭比你高，嗯，文化比你高。嗯，对了，个儿比你高，这身高呢没办法。嗯，前两样我也不服啊。干嘛不服啊？头一个是什么？文凭比你高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？咱不都是初二吗？这大伙儿都知道的事情。是，这点我倒承认啊，嗯，我确实是初二毕业。那叫毕业呀。怎么了？初二那叫肄业，反正你甭管怎么业，我业了。你那你业肄业，你但是后来
我自小啊。什么？自小小习上大小。哎呦，听你这么说完了，我都不知道这门冲哪边开了。这都怎么了？学习，你不可能就叫小习。我昨天在外滩，我跟上海人学的。上海说上小啊，上学是吧？你对你昨儿碰的也是外地人。哦，学错了。反正你甭管怎么说，对不对？我是没文凭，但我后来我自个儿看书啊。哦，对不对？你郭德纲郭老师那个话你都忘了吗？郭先生说什么？你可以没文凭，但你也不能有文化。对不对？对，郭老师说的呀。那后台这些人都做到了。是这么说的吗？反正我就是自我学习。人郭老师说的是可以没文凭，哎，得有文化，得有文化。哎，你看现在我啊，咱不开玩笑的说，嗯，你说相声这个都算是我的副业。哦，说相声就是玩了。对喽。嚯，您主业是干什么？文史。哦，对。什么干什么的？我再确定一遍啊！我再确定一遍。我热那帮别没事。怎么了？你干什么主业？文史啊。哦，这算是有毒作业吧？你懂不懂文化历史？我研究这一块儿。哦，和简称文史吗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把狗的活抢了呢！你这多恶心人呗！就文化历史，我研究这一块儿。哦，就是古典的书籍。哦，知道吗？哦，我参透这个呢。现在我给弄误会了。对。哦，我看书太多了。我看书。哦，是，哎，看过什么？你看海底两万里，对吧？安徒生童话，这么大的人看看童话。嗯，还有一本比较有特点的书叫十万个干啥呀，听过吗？您这是吉林出版社的吧？怎么了？名字也没弄对呀。啊，十万个咋整呢？你这也不对。十万个为什么里面包括什么星谱星象，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动物学、植物学，包罗万象。这个现在研究的都比较浅了啊。哦，我研究最好的什么？百家姓。百家姓。对了，百家姓这不用你研究啊。怎么了？这我相信今天来的这些朋友们这都会。啊，这咱甭考虑别人，人家大伙人家花钱了，对吧？你不用问别人，你会不会？会呀。你会你来。这毕竟是初二之前的东西啊。甭废话，来。这百家姓嘛，赵钱孙李是吧？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，都在折的。什么乱七八糟，一点都不乱。你这个背完了它没有意义啊。意义何在？死记硬背不没有意思。都这么背。我研究那个啊，从这个赵钱孙李开始，到周吴郑王，里面加一些俗语谚语歇后语，哎，还有一些俗语啊，这些呢字头接字尾顶针续麻绕到周吴郑王。还是不太明白。不懂啊。给你打个比方吧，咱比如说赵钱孙李，最后一个字儿不是李字儿吗？李。哎，我第二个开头就得拿这个李字开头。哦，这叫字头咬字尾。对了，你比如说啊，赵钱孙李，李找一个大伙儿都知道的人物。哦，好。鹿鼎记里面有一个人物啊，叫李自成啊。有啊。有吧。有。哎，下一个词儿成开头。哦，成。成千上万，万万紫千红，红红。哎，这个好。嗯，这个词儿适合你媳妇儿。我说我媳妇儿。对喽。哦，红红杏出墙。啊，强，强这个词儿那就是说我了。哦，这词儿说你。强人所难。
那意思是我媳妇儿主动的。嗯，嗯什么呀？南南柯一梦，梦梦想成真，真真心英雄。哦，这是一首歌的名字。哎，什么都有。哦，雄雄心壮志，志痔疮膏。哎，这怎么还有药名啊？药名它也算名词。哦，行。嗯，高高速公路，路路见不平，平平方厘米啊，这数学上的词儿，什么都有。米米能熬粥，粥粥无正王。啊，谢谢，明白了，就是绕一大圈又转回来。哎，怎么样？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啊，嗯，不用这个赵钱孙李，嗯，随便一个字儿，啊，我能绕到周吴郑王。您那意思就是任意起头？哎，就这么大能耐。哎，我能给您起一头吗？随便来，随便说啊，随便说。哎，这，嗯，就咱这个怎么了？咱们单位这名字哦，德云社这德德德。您稍等我一下，德，哎，是吧？哎，德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德，德，好，有了啊，好了，听我的啊，德，来，德字我会写，刚学的，刚学的，这不用炫耀啊，我也会写，我开始了。啊，这句就是啊，对，开始了。哦，嗯，德字你会写？我会写，写，血丝呼啦。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？血丝呼啦吗？怎么会？马路上啊啊啊啊，俩人打起来了。嗯，啊，嗯，啊，好的，打得头破血流的。你旁边路过人看，哎呀，血丝呼啦的。倒是劝劝啊，这血丝呼啦。哦，血，拉。拉丁美洲，周周吴郑王。哦，太简单了，你找点难的，找点难的，再换一个啊，嗯。德云社，云云云云，好云。没有没有，没有没关系，没有，不就是云吗？对吧？云字我会写，写写字呼啦。拉拉丁美洲，周周吴郑王。德云社，社社社社，我知道社吗？写拉周下课，这都是博士后的苗子。什么呀？这不都你给带了的吗？那我带的，这叫学问。合着我说一什么字儿啊？说一任何一字儿，你来就你会写啊？对呀，啊，写字呼啦，怎么了？拉丁美洲周吴郑王啊？这不行啊！您这，啊，您这万能起头了，这该绕上来了。提意见啊？干嘛？不许会写，不许说会写，不许会写。你要再说这写，我喂，啊，我让你写字呼啦，你信吗？就你这名字，高高高高。高高字怎么写？你自个儿名儿，你问谁怎么写呀？我忘了，不行吗？忘了不许啊！高吗？高，对吧？繁体这么写，写的一样。高字很难写。不，这不还是写吗？写什么好写不好写，会不会写，这都别写。写了你就写的呼啦了，那就都甭写是吧？多新鲜！高高山流水，水水面行舟，舟舟无正王。这有点喂他嘴边上了，这意思。干脆咱这样，怎么着？这字儿啊，我别给他出了。嗯，这个权利呢，给亲爱的你们。
让大家伙儿出字，我别出，到时候人家回来坐底下人琢磨一下，哎呀，你看这俩是不是台底下对词儿了？没有，你们这都是不是都有文本啊？那不可能，我很负责任的说，哎，是的，是的，你猜对了，不是你要干嘛？你今儿个让大伙儿出字啊？你给找着，我不出了，我不说。不是，你先等会儿，咱别着急，先别着急啊！我先说一下，就是你让大伙儿出字，哎呀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你大伙儿出个字儿，嗯，完我在上海，我绕不上来，我多寒碜呢，我。那跟我没关系呀、啊，跟我有，毕竟我不文史啊。不是你非得现场来是吗？对，那怕什么了？行，你现场来，你。你也行啊，对吧？也行，那但是咱是不是得有个范围？是不是有范围？对，有个范围。你放心，嗯，我给你托付托付。你来吧，来吧。上海的父老乡亲，哎呀，咱一会儿要是喊这字儿，您随便喊啊。但是咱注意啊，这有关什么敏感的词汇，咱别喊。哎。这个色情的咱也别喊，因为什么？这屋子好几千人。对。男女老少是吧？这个。避讳，哎，这个有关什么政治的字儿，咱也别说。对，我给您出一主意啊啊啊，找什么字？哎，说说。这20年左右吧，啊，您用不上的字，嗯，就比方说这个康熙字典呢、新华字典啊，翻不着的字，您就找这个字，咱可以看什么什么。我听这声音估计应该是一小朋友吧，饼，你这传过来了，饼，这饼是什么字？饼，这是上海的方言吗？不是，等会儿，等哪位小朋友喊的举一下手我看看，就是你是吗？就是你小朋友？对啊，叔叔问一下啊，饼字你会写？对，哎，别答应啊，好，一写写字呼啦了。我留神了，你别问，啊，不，现在不用问那会写不会写的事儿，饼是吧？就饼字啊，饼，哎呀，饼，真好，给你点赞，饼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好汉武二郎。二武松学拳道，我少林寺可得论武艺。哎，行，这是山东快书。对，我想给那个上海的朋友展示我的另一个才华。不用，现在这是表，忘不了了是吧？这事儿就表，哎呀，表，哎，对了啊，怎么回事？刚才我唱那几句那个山东快书前面，我是不是打板来着？啊，那个伴奏啊，鸳鸯板啊，俩铜片鸳鸯板，打下砰了个砰，砰了个砰，他一打他出这个声，嗯，砰的一声，哦，砰的一声，对吧？鸳鸯板一打嘛，砰的一声，相声词，哎，声，哎呀，声，生生不息，息，膝下无子。紫气东来，来，来龙去脉，脉，脉搏跳动，动，动人是继，继，继往开来，好，来，来之能战，战，战之能胜，胜。胜利锣鼓，鼓，鼓往，嗯，不行，开导航吧。来，别听提示，来，来者不善，善。我用你们告我，太棒了！来，那不行。来，
来路不明，明明天再来。我也会了。哎呦，行啊，这字儿出太棒了，扁，这一下给你扁在了上海，丢人呢。以后这别跟人老跟人说出去，我没事，我文史，别提，太丢人。挤兑我？我不是我挤兑，都你自己个儿说的，是不是挤兑我？我多能挤兑你了，你想叫我丢人，绕不上来吗？这不就是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打现在开始，十个词儿，我绕到周武正王。那你要绕不回来呢？嗯，对，退票这个梗留给岳哥，好不好？嗯。我死这儿，这没必要玩这么大啊！你听我一句劝，干嘛？别绕了，直接死。这个以后传出去呢，哟，那小子还是个爷们儿，对吧？唠一这个，你得给我个求生的机会。行行，让你活一回。十个词儿啊，十个词儿啊，十个词儿绕到周武正王啊，来啊，来来，不能来，不能来。嗯，刚才那个明天再来，那是你说的，知道吗？哦、你说的不能算。那往上倒一个，对你倒一下，来路不明，明明啊，明，不，明天再来不行不行，再来我真死这儿了，再来，明天早晨我喝粥，终于用这个了是吧？这不算，你最起码得成语，成语，行，来来来啊，明。明早喝粥不行不行，明察秋毫，哎，这算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哎，好，成语，豪气冲天，天下无粥，这是什么词儿啊？我知道天下无贼，天下还有无粥的，天府之国，哎，这可以，知道吧？四川，哎，国。国防大业，业余爱好，几个了？五个了。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土埋到这儿了。